再看迷你失踪的虚空，它白茫茫的一片，非常的危险。我们人类跳入虚空，就会直接嗝屁，出现一个死亡墓碑。那么，如果在迷你世界中，我们把最凶残的 BOSS 虚空幻影，给它直接丢到无尽的虚空中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小伙伴们，你们难道不好奇吗？众所周知，虚空幻影它就躲在火山地形中。如果你也来过火山地形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，要想让虚空幻影出来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人类需要在祭坛上放上断剑、神圣树的果实，以及最后一件生物巨人的头颅。此时，凶残的虚空幻影它就会出现。它出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我们人类。以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虚空幻影的心情。小伙伴们，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把虚空幻影直接丢进虚空，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现在就是虚空幻影它在我面前，我趁它不注意，直接三拳把它打进了虚空，瞬间它就掉下去，嗝屁掉。他死亡了，他化身成为了50颗星星，出现在了我的能量槽中。所以说，迷你世界中的虚空幻影，他掉进虚空中以后，他就会直接嗝屁，你们知道了吗？